台北大中华新闻，咱继续来看清明节连续假期，不少厝外拍拼的人利用这几天返乡祭祖。石头乡公所把四天连假扩大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伫咧这几年上受欢迎的乡会毕竟中二都在丰都举办大型的儿童节庆祝活动。中部地区出名的乡会，毕竟石头中二路规条路封起来，这间哦是专门要给囡仔使用的。乡公所嘛来准备大型的游戏设施，加亲子 DIY， 要给石头囡仔欢欢喜喜耍几天。石头乡长表示，今年儿童节甲清明节是同一天，真侪出外拍拼的石头人拢会倒来石头，扩大举办儿童节的活动，那好在地囡仔生活欢喜，嘛好倒来制作的乡亲感受到石头的进步。哦，咱这乡亲呢，哦，今日倒来祭咱的祖先了后呢，我带着因的子女呢来咱中二路这吼，我来这个咱今仔日公所呢准备着。咱的这个气垫吼，十外座的气垫，包括咱的这个摩天轮哦，甚至再办理一些那个亲子的这个摄影比赛。最主要就是讲，要让小朋友来过着一个真快乐的这个儿童节，我嘛吼因留下一个难得哈这个童年的一个回忆。所以呢，今仔日呢，咱离公所呢，才特别离咱忠义路住建花大道呢来办理这场的这个活动。石头乡长进一步指出，石头这几年上界夯的，就是年末的这尾啊巴拉节，甲过年期间的灯节，以及春天伫咧忠义路的道观。今年暑假买来恢复举办六角古季，予社头全年通天拢有精彩的节目会当参加。大中华新闻张世良社头采访报道。